位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彭哥彭贝尔。我在股市曾经亏损上千万，最后能让我把这些钱赚回来，就是因为我找到了方法，按照纪律去操作。而且在股市中赚钱，就好像我找到一个对手跟他对战一样，所以这个方法我取名为战斗 K 线。这次开设战斗 K 线先修班，是要协助更多人用简单明确的方式打败大盘，反败为胜。课程的内容就是要揭开股市如何判多空、选进场、抓到起涨起跌的第一步。学会了，你就能自己抓到有如汉讯、世纪钢大波段的妖股最佳买点。想要赚钱不用求人，5月27日，你一定要把握这个进修的机会。你的一个改变，绝对能让你致富。